很幸运，不幸中大幸，然后就检查到一颗一公分的那个不好的东西啊。烟龄二十多年的尤先生，去年接受胸部低剂量电脑断层，发现肺部长了一公分的恶性肿瘤。那我因为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抽烟了，然后因为那时候在跑工地啊，然后就香烟、槟榔都有了，然后一直到快四十岁的时候戒烟，那时候一天抽大概快三包了，然后那时候就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，然后就到长庚去给那个杨院长看了，然后持续戒烟了七八年以后，就到去年，那个杨院长说国健署有在推广这个胸部低剂量断层检查，然后因为我烟那时候烟抽很大嘛，然后时间还没过还没到了，我说那叫我参加看看啊，然后就很幸运，不幸中的大幸，然后就检查到一颗一公分的那个不好的东西啊，然后就听从那个杨院长的指示，然后就去把它开掉啊。肺癌患者存活率较低，主要原因是早期肺癌无明显症状，而出现显著症状时已多为晚期。因此，国健署补助肺癌高风险族群每两年一次免费 LDCT 胸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，借由早期发现，提高肺癌存活率。国人癌症死亡原因最高的一个癌症，然后发生率也是最高。但是因为其实我们假如看肺癌，大家都知道肺癌跟抽烟是非常有关系的。那看全世界的癌症，抽烟引起的肺癌还是占全世界的第一名，但是不抽烟的肺癌已经是占全世界癌症的第五名，甚至比大肠直肠癌还要高，死亡率比大肠直肠癌还要高。所以不抽烟的癌症是一直一直在增加。那台湾是因为我们卫福部跟国健署在戒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们的戒烟的人口，抽烟人口其实一直在降，所以我们的肺癌的病人是三分之二没有抽烟，只有三分之一有抽烟，所以是完全跟全世界都不一样。我们比较早看到不抽烟的肺癌在我们这个地区流行，所以我们是第一个国家针对不抽烟的肺癌也来筛检，因为你假如针对抽烟的肺癌来筛检的话，有三分之二的病人是没有办法筛的。所以你对肺癌的防治是没有办法达到它的目标。我们一直呼吁哈，鼓励符合条件的民众哈去做这个筛检。那筛检完不是就没事哈，那个会发出一个通知给你哈。那如果有问题哦，就不要担心，不要说害怕就去忽视不管哦，就按照他指示哦找胸腔科医师啊来帮你看看片子啊，判断一下它的风险多高，有没有需要立即处理。还是要安排多久的追踪？那即使是可以告诉你说是正常，也不代表没事哈，还是要两年一次的做追踪。那还有一点就是要提醒一下哈，我不要看到说没事哈，想我会不会很健康哈，没事又开始抽烟了哈。免费肺癌筛检开办两年以来，已找出1401名确诊肺癌个案，其中有 83.2% 为早期个案，仅有 13.2% 为晚期，相较于110年有 61.3% 为晚期，显示 LDCT 肺癌筛检确实有助于早期发现肺癌。那未来无论在深度和广度，我想我们都会依照那个 evidence base 来继续努力，包括我们会把家族史提前吸烟量的一个这两个设定，我们都会做处理，希望能够更多的人受惠。好，尽早筛检出来，如果我们晚筛检的时候，好，就我同仁给我的资料，如果是晚期的话，那死亡率有可能到90%，五年的哈。然后如果是很早筛出来，好，很早期的时候。那90%还可以治好，所以说这部分对是很重要的事情。那因此呢，我们今天特别来拜托大家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国人的健康的部分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。那如果符合这里面的条件的部分的话，记得赶快来出来筛检。世界上真正关心这一块的地方的国家其实说不多，我们国家已经走在这部分走在前面。
由于 LDCT 仅能早期发现肺癌，不能避免肺癌发生，吸烟者只要戒烟10到15年，肺癌发生的机会就可能减半。国健署鼓励仍有吸烟情形的民众善用戒烟服务资源，同时远离二三手烟。记者李习慧台北报道。